还忙碌着喽。哟，今天猜字谜呀、啊，又是我的强项啊。这个多，我个人认为吧，菜不太多，它主要是要精致，不太符合我的风格。这个土应该是我们土货，我们这里啊满上面也都是，我都吃腻了。这个香嘛，我们先从它的表面来分析，它的笔画比较多，这也就意味着火腿肠放多。下面是什么也不重要。哎呀，能不能有点内涵？听我讲什么内涵？我要是晚一点，你就选了吧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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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给大家演示的是个反面教材。做人吧，不能贪多，想帮我分你一点吧？可以。哎，你要死啊！我说的是香菜，又吃我一份火腿肠。一个人。表哥说的有道理，你话越多的，容易是差的。你选不选？你不选我选了，我选我的。哼，我选这个土。发火，发火，发火！哇哦，原来是个土鳖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果然是大火，这个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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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么多五花肉肉啊！小心你的体重嘛。越香味越生气。才忙碌喽，今天又是看图选菜，难得到我吗？这个小鸡啄米糊，这张图曾经我有幸见过一次。不对，这个不是真鸡，多换了两块米。哎，你别跟我扯犊子，你要选就快点选喽。年轻人沉不住气呀、啊，我看你迟早要吃亏。这个小绵羊，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是羊排，但是后面写了个葱字，故意要骗我吧？这个东西嘛，乍一看有点抽象，但是下面又有海水，还有八根触须，八爪鱼嘛，我就选你了，八爪鱼，八爪鱼。就咱这个智慧，自己看都恼火呀。妈妈真香。原来这么简单，知道我了，我这个羊，呆，一个呆子，不抢我的羊。又想让我吃鸡皮鞭子，我要把老师你逼急了，你打我！羊排，羊排，羊排，啊！活该，活该！洋葱。洋葱，活该！想吃不？来我直播间哦。吃个洋葱还好意思打广告？不是鸡面子，不是鸡面子。哇哟，原来是鸡米花呀！真香，鸡米花真没吃过一样。越香味越生气，才忙碌喽！我的妈呀，今天全是鸡呀！看来鸡皮面子今天难逃一劫了呀！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表哥现在三分之一的鸡皮不要，要二分之一的鸡皮。你这脑瓜子装的什么东西啊？三个鸡头，这个老话说得好，你要鸡头不要凤尾，但是有鸡头的地方指定有凤尾。我还是不冒这个险。这三个鸡把子，从它的颜色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清蒸的，这怎么入味啊？我不要。这三个爪子，哎，没有分析的必要了，就是你了。哦，幸好你没要鸡腿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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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！呀，竟然不是鸡皮鞭子。学着点嘛，小胖子都是智慧。到我了，我选这个鸡腿。你都选了，你磕什么磕？试试。啊？知道了吧？哦，那我选这个鸡头。呆，你两个呆子，让我傻是吧？我要这个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是哇哦！哎呀，怎么不是肉？一个鸡蛋你来抢一下啊！你是个鸡头，小宝肯定要抢你，知道了吧？你这个啃食！想吃共餐的朋友进直播间哦。你那个素了一点，看我的肉，是鸡腿。哎，鸡腿呢？鸡腿呢？鸡腿呢？哈哈，鸡腿也是在你这里，都是智慧。最后还是我承担了所有啊！哼，原先我有生气。今天表哥不在，你大放心选。哈哈，今天终于我先选了，这么大个蛋，要是我没听错的话，应该是空的吧？这个虾，这也太小了吧，不够塞牙缝的。这个初恋的感觉，还记得那年大明湖畔，快选吧！啊，我就选这个，走你！初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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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恋是这唯一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还是你先选。缠上了，我就选这个蛋。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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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！哇，原来是这么大个鸡翅。啊，真香！肉我天天吃。你们都选好了吧？是时候该我了。肉肉肉肉！哈哈，原来这么多肉啊！原先我有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话里开饭喽。论智商你表哥先选。老弟有眼光、啊、这个整得你别致啊，跟我小时候还有点像。这个千里传音你先学会，等一会儿、啊、这个蛋嘛，哎休想蒙我，我还是选传音吧。哎，传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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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瞧你那嘚瑟样，卤的哦，真香！哎，肉我天天吃，这个空的我不要，我还是选这个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怎么没肉？看肉都没，看我的肉肉肉肉！哈哈，原来下面真是皮蛋。